哎，熊熊都结婚了，你该你了。对呀，顺其自然，旧爱还是最美的。那你也这样想，对不对？那你要不要找那个扯铃的？哎，吴宇轩呢？该结婚了吧？没有啦，跟男朋友那么久了。你是没人了，你知道吗？大概七八年。没有。上次你们两个到我们家来送礼啊。你们现在知道了吧？私底下不要跟他互动。